口字旁，寿要上粗下细，向右斜。横折横画要细，提转折过来要粗。最后写横画，注意这个竖的长度不要太长，因为它这个横要拖住它这个竖笔，所以说太长了这个横写的比较平。这应该注意一个方向变化，我们为了有变化，不可以把口写成这样子。这样子我感觉的话有点雷同，说这样子写的话它方向有所变化会更加好看一点。外形是上宽下窄，倒梯形横细竖粗，这两个竖的写的角度是一个大一点一个稍微小。吹，凡是口在左边的时候要写的靠上，要写的稍微小一点，不可以写的很大。撇要直一点，横写的在撇的中间偏下，下面的撇稍微有点弧形弯弯的，捺笔应该靠上，起笔由细到粗。所以这边要长一点，这边要长，这边要长。凡是在里面这部分它要包得紧凑点，离得近一点，笔画的外面的要长，要放出去。田字旁田字旁，我们从外形上看也是上宽下窄倒梯形，那我们注意竖与竖的间距，横与横的间距都是基本相等的，中间这个竖要垂直，两边的竖写的角度要有大小不同，要有粗细长短的变化。横与横的间距相等，横画要细点，不要写得太粗。注意这里面的短横不可以连接到右边的竖上，左边连要虚的，连少连一点，挨住就可以。它跟口的写法不一样的地方的是，两个同时出来了向下方，因为凡是里面有东西的，这个横可以短一点，竖可以长一点。竖上面粗，下面细，往右下方斜行笔。横要细点，提按转折过来，横轻轻的连接住，在竖的中间。丝字左点，轻轻的入笔向下收笔。注意这个起笔在竖的下方，凡是写心字的时候，下面的心不能写的是字的正下方，应该稍微向右偏一点。日字旁粗笔，横也是要轻轻的，凡是在里面的横入笔都不要写得太重，不可以写成这种很方很重的，要轻。从外形上看
它是长方形。竖，左边的竖要细要短，右边竖要粗要长。横，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这边长短又有错位，横细竖粗，外形是长方形，不可写得太宽。名字，对，这个月，这个撇是竖撇，横提顿向下垂直，向走向下顿笔勾出去，横画。注意，这边是慢慢写上去的，这个横跟下面这个横，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在慢慢逐步写上去的。有的时候会写成错位，把这个月字写到很高，明这个日字写到靠中间都不好看了，下边要有错位。注意，下面空的多，上面空的少，这也是上紧下松。木字旁，竖要细要垂直，要用垂露竖，横要细，右边这个竖要粗一点，不要写得太细，还要长一点。木字旁和日字旁不同的就是里面两横，一个是一横，那我们有两横的时候，把横一横的间距写得基本相等，里面两横都要写得轻盈，不要写得太粗重。外形是长方形，左边竖要细要短，右边竖要粗要长。眼字，提按向下，手笔，注意横不要连到右边的竖上，横应该是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写的，不要写得太平。横折，横要细，转折处要粗，向左下方斜行笔。向左带提上去要稍微长一点，撇要靠上一点，不要写太长，捺笔由细到粗向下，这边要有错位，方向应该是平的，横也横的，注意这个是往里面写，写进去然后再出来，这边上面也是慢慢写上去，这边要错位。